过来消息来看，台积电的 ADR 涨抵美国股市大起，嘛带动咱台湾的股市哦。台积电早起一开盘就冲破1000块了，台股的指数嘛搁在创新高。台积电在7月18日来召开法说会，业界是认为台积电2纳米的晶片需要哦超过预期。今仔早起估计已经冲破1000块了，嘛加少台湾股市第17支上千块的股票，相关是起到1005块，公司的价值嘛超过26条。其他的电子股包括鸿海、联电、光达、大力光嘛拢起哦。台股早起是大起超过300点，指数来到23541点，嘛创历史的新高。